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演唱会。对 对, 對, 對，谢谢我们是嘉宾。谢谢两位哥帮我们唱那么多首歌。嘉宾也唱太多歌了吧？对啊，帮我们暖场暖好久。看起来好像是那种这个想要做很多事情的人，但是。什么意思？做很多事情。什么意思？做很多事情。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Hello， 继续转动。所有高雄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哇，我们又来到高雄了。这个有没有吓到？自己吓到你，自己知道有那个爆破，还是会吓到。对，这个尤其是前面的朋友们，可能就是这个心脏要非常的强壮，真的很吓，这个很吓人，然后很大声。每次我们一演唱的时候，自己都会吓到，那很害怕这个台下的朋友们。然后就跟导演这个讨论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，他说不行，气势一定要有气势，所以就很大声。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。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、无声的哭。为着输甲三更半暝，无怪你的笑容了阮的这么多。天叹少年，搁拼一回，谁捌讲过？世界一定是咱的，为着理想坚持这多。有时路偏，有时散西，敢知有这的兄弟为我甘心来话。让我们欢迎九一。然后呢？让我们欢迎动力火车。没有，真的很开心，这个九一可以。没有，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演唱会。对 对, 对, 对，谢谢我们是嘉宾。谢谢两位哥帮我们唱那么多首歌。嘉宾也唱太多歌了吧？对啊，帮我们暖场暖好久。我发现他们三个很搞笑哎，很好笑。是啊，通常看不出来，看起来好像是那种这个想要做很多事情的人，但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他们都很做很多事情。什么意思啊？做很多事情。比如说你常常讲的。怎么样？他们想要一个社区，他们就很想要把它改建。春分说他的工作就是都更了，从那边就说叫都更。对啊，他开玩笑的。春分跟我讲过一句话说，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我读书的时候，你们来我们学校表演。我们在你们学校表演。对啊。然后在哪里见到我们？没有，你们问我厕所去哪里走？厕所在哪里？哪里走？
这个非常非常奇妙。对，这个一开始就因为上厕所的关系，然后到一起站在舞台上。啊，后来、这个、后来就一起都跟这样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来帮动力火车炒嗨气氛的。我们想看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是 local 的。Let's go。谢谢，谢谢。车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车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一起来。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错。